走，我们进去灭他们。把他们赶出我们的阵地。好，你好。赛。撤。谁赢了？您说呢？我就知道我们一定能赢。你赢了，我们没赢。什么？我们怎么可能输呢？您不在呀，没人吸引火力了。联盟那个小娘们怎么每次战场都能碰到她？废话，都在一个服务器，又是鬼服，想不见都难。哦，那她够野蛮的，天天打战场。你不知道吗？就是他们工会搞分裂，把她孤立了，组不起人下副本，只能打战场了。哎，那她那个老相好呢？啊，这你都知道？切，连怪都知道，我能不知道吗？哦，他那老相好听说加入新的工会了，现在已经打到 MC4 号了。哎呀哎呀，你消息真灵通。我也是猜的。哎呀哎呀，我就猜不出来。好了，我们赶紧去黑石学院吧，还没有打完呢。哦，还可以接着打。应该能，去看看吧。我就不去了，我要帮三灿做个任务。嘿嘿，那我可以去了。那我们还要再找一个一起打。那我们找美女一起去。为什么叫我去？不为什么，加上你正好五个人。这玩意儿也去吗？是啊。那我给你找个人吧。谁呀？花花，过来。嘿、hey, 花花，好久不见。MT 人哥你好。哦，不行，不能叫他一起去。啊，大老鼠，我好想你。救命啊！哎，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？看什么看，都是你害的。就是他对我们黑石深渊都没打完，管我屁事，要不是你搂得比我大，至于这样吗？怎么办啊，我们六个人，看来有一个人没办法进副本了。猎人，你去找美女吧。哦，公平起见，我们搂吧。切，谁怕谁。嘿嘿，你觉得我搂的还会比你小吗？哼，不行，从搂。小德，一会儿你来扛吧。没问题，交给我了。哥，太不够意思了。嘿嘿，就差一个了。孙子，奶奶的，敢抢老子的宝箱！No!
奶奶的，敢欺负我们部落的兄弟，杀啊！太没天理了，暗夜男居然敢抢我的宝箱！岂有此理！看我去捅祭司100个透明窟窿！哼，也不知道刚才谁让人打得满地滚。哈哈，我那是装的。装的都能被打死，可以啊你。哈，过奖。Hello。怎么了？我们需要资源，快出来！正忙着呢，自己解决。嘿嘿，你出来我就告诉你一个秘密。什么秘密？快说！你别告诉别人哦，你给我一个14格。这种下三滥的手段也就对猎人管用。就是就是。快说，到底什么事儿？我们找宝箱，啊不，找暗夜男，然后弄死他。去哪儿找啊？我们分头找。孙子，可算找到你了。我用3年时间的呀。阿爷，那你全家死光光！你个废物，不等我们到齐就动手，真乃蠢蛋所为。你想干什么？大老鼠，我决定娶你了，收拾收拾，准备跟我合体吧。站在本爷面前放我。好爽，亲爱的，请鞭挞我吧。救命啊！看看看看，哎呦天啊，我这辈子都被你毁了。其实花花挺好的呀，你看多疼你呀。我靠，站着说话不腰疼，有本事你带走啊，我还附送你一件隐秘胸甲。看，船来了。别打岔。真无聊，下个副本都找不到人。大小姐，这不国族们都在这儿吗？和他们去，我还不如自己去。那个，我看咱们也退回得了，找个好工会重新发展一下。一派胡言！你是叫我把哥哥的心血拱手相让吗？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吗？我是不会离开的。您看，您的老相好都离开了，现在进度到哪了？到 MC 老五了。您知道的真清楚。只是上次碰到了，问了一下罢了。哦，上次是哪次啊？就是不久前咱们从黑暗深渊出来的时候。